喜发起人李雪琴带来的团队今天有演出吗？获得了我们第一季开播情景喜剧的冠军。导演组收到，满足。有请今天有演出吗剧组。略琴吗？我师妹吗？孟鹤堂。短视频的，说相声的，编剧，脱口秀子。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个演员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你比如说我们组有金志文当了20多年的歌手，然后有孟鹤堂说了10多年的相声，然后还有老四送我3年快递，是现在都行。我和李宗恒，我俩跟他们仨都不一样，我俩上过大学。可以这么说吧，就我们组的这些个演员呢，除了情景剧啥都会干。哎呀，欢迎咱们这个自带 BGM 的组合。步步是坎儿啊，一步一个坎儿。哎呀，太高兴看到你们了，就是一看到你们就不自觉的就唱起来了。这两天被这个 BGM 洗脑，太厉害了。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建组到杀青，对过去的3个月做一个总结，还要对我们自己组的未来以及整个行业做一个展望。哎呀，有点大啊。太大了，太大了。你说问点小的。太大了，我们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那你对这个行业有信心吗？我就只知道你回来我很开心。作为发起人李雪琴，你给我们首席顾问讲的，你就是找了很多不是这个专业的人来建这个组，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专业的都搁别的组呢。他找到我的时候，这个行业专业的那一大部分人都已经让别的组都用了。那不能一个都找不着啊。听见没有，压根儿就没想找啊，咱是漏，就是没办法才找这几个人。我就知道其实你们几个现在关系处特别好，不咋好。也你看错了，一般啊，刚打完是吧？这组内氛围比较好。这腰还没好呢，我这腿刚是刚刚打一架哈。因为时长的缘故，有一个你最喜欢，其实也是我个人觉得最精妙的一个长镜头。对，那个我们每天都在拍，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也不是所有精力，很多的心血吧都放在那个长镜头上了。然后拍了很多遍，练了很多遍，然后最后是剪碎着呈现的。那我非常遗憾，因为那个现场效果其实当时我们觉得挺好的，拉满了。对，现场特别炸。然后因为我们现场演的时候就整一条长镜头下来的嘛，然后我就觉得现场观众是看得懂的，而且效果也很好。然后范明老师一直在称赞，包括其他组所有的组，就是称赞，我们都称赞那场。就是这么经典的，我们一定要完整的还原。你别还原了，你一还原完，观众说就应该剪，就应该剪。剪辑老师剪得好。咱们这样，弹幕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剪辑师做的对，还是雪琴的坚持对？我们看看2分钟的原始片段。孟哥你咋的了？孟哥电话。钱总。哎，钱总啊，您放心，后天到了我一准去接您。啊，今天就来。孟哥，咱给钱总买的好酒放哪儿啊？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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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瞎了吗？来我们酒吧最重要的什么呀？喝酒尝尝。走走。哎，钱总，这是我们酒吧最好的调酒师了啊，来给钱总调一杯最好的酒。
来这。调啊，刚买的吗？你看是不是这个好？是不是剪的好？弹幕都说还是剪辑的好啊！你们猜弹幕会怎么说？弹幕说：“李雪琴，你想太多了。李雪琴，你事怎么那么多？你专业吗？你能有专业的剪辑懂吗？你之前你知道什么？就你事儿多。”四哥和钟恒，你们更喜欢一条过的这么演，还是可以断开？其实我要是从表演的角度来说，一条一镜到底是舒服的、连贯的。但是现场的这个气氛的这种紧张感，让我很难以就。很难控制把控，所以紧张会多一些啊。如果这种节目的话，我更喜欢就录好的那种。嗯，钟恒的钟恒喜欢哪种？我喜欢一镜到底。理由是什么？因为理由是我拍短视频，我得拍很多遍，我得拍一条的，我得拍40遍。你的短视频、啊？对，因为那不是我本人，我在找寻找那种感觉。第一场的时候，其实雪琴，我肉眼能看到的你是很紧张。对，完网友说我拉了个脸搁那块儿，说都晋级了，完还拉了个脸。恭喜今天有演出的剧组，你们可以进入到上位区。再次感谢王老师。这很多人在问啊，弹幕也在问，为什么都晋级了，分最高还拉了个脸，还不高兴？因为很紧张。听说出现最大时间误差的就是你们，哦，对，对吧？对，当时怎么个情况？因为剪现场嘛，嗯，然后我们最后一个了，那都也后半夜了，然后转场的时候，摄像老师脚架断了，正常来说那15秒就切到下一个第二场了，然后他脚架断了就卡在那儿了，
那他得修啊，他脚架修不好，他永远都拍不上。这就是现场切机位容易出现的事故。最惊心动魄是那两分钟，马上快到两分钟，脚架快修好的之前，雪晴眼泪已经在眼圈了。干嘛去抢装去了？咋的了？又卡了？梦里辗转隔空。急呀、啊！他着急，他怕前面跟后边接不上，情绪连不上，怕观众看着也是、嗯、很奇怪。你情绪，观众情绪刚上来，刚给整上来，然后一下断了，他就觉得，哎呀，一会儿是因为这个事在影响观众情绪，在走神啊，然后情绪再掉下来，后边不好演。当时，我是听说你回去之后又是一顿爆哭，是吧？因为玲娜老师提出来了剧本结果问题。这是我见到的最支离破碎、最不成体系的一个戏。我跟编剧我们俩聊了一宿，那个剧本结构差在哪儿，我们俩一就马不停蹄，从我下台我就开始说他给我的微信，说咱俩聊一下这个剧本。老师批评我们的我们往心里去了，我们就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进步，我们想在这个事件和结构上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们假如说把它真的当成一个剧的话，集集保包袱，这个剧是拍不了100集的，只有把人物关系做扎实，这个剧才能走100集、200集。雪琴是想要保逻辑，因为她想让现场的老师们看到我们有改变。我是这么想的，在改变逻辑的情况下，但是在逻辑里必须要保包袱，因为包袱才是硬道理。因为我们是情景喜剧，如果不喜剧的话，那看什么？大家不乐看一个剧，就所以说我主张的就是保包袱，包袱一定要硬。所以这就是我们之间产生的分歧，我要不要为了这个比赛结束了，我就厂长大包袱炸赢，抛去掉他可以做一个长久拍的剧的应有的东西，还是我真的要认真真把它当一个剧，我忘掉这个比赛，我剧怎么做，我在这里就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之间一直在讨论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保包袱赛的代表人物孟鹤堂老师就说，他想的包袱有一个不想，他要给我买一双鞋。我为了这双鞋保下了他的那些包袱，与结构无关的包袱。我为了能够得到鞋，我屈服了。但我听说你们在这个建组的过程当中啊，作为发起人，是不是无数次想掉条子？因为压力太大了，我每天都作。你怎么个做法呢？就我说不干了，干不了了，我不行了，每天就这样，我一哭二闹三上吊，一共3集，3招。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丧的人，我每天都提出无数的问题来指向这个工作不可能完成。这就完事儿了，这不是你工作，雪晴。是我的工作，他不是我的工作，那影响我们的成果，白来了吗？那不，我说也白说，他不还是给小文特写的吗？这怎么可能这么切呢？我现在很着急，孟哥咋办呢？怕啥呀？那我都跟他说了。那玩意儿那一下就整好的，你一下就整好的，都懵了。就是来节目之前的李月琴去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对来节目之前的李月琴是吧？对，来之前的李月琴说：“跑，快跑。”对，一个月之后的李月琴说：“跑不了了。”那在组里面这么多大老爷们，谁最能把你给摁住？那他这体格子一般是孟哥吧？孟哥呀，文哥呀，四哥呀，我弟弟呀，他们四个包括导演、编剧。每个人都信心满满，每天都在给我洗脑，说咱们这个能成，没问题，肯定有。
我也就是相信他们了，我并不是相信我自己，我是相信了他们不会骗我。既然团队的关系这么好，就平常也有很多互帮互助的时候，孟格还给雪晴来了一些美妆上的建议，这是什么情况？啥事？我不可能给他提建议，我就说让他遮，不是那个，把脸都遮住。哦，你说是那场戏吧？那场戏是他那天那个有点太美了，他熬一宿，你那个屏幕上看不出来有黑眼圈啊，哦，看不出来，因为那个拍出来之后就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烟熏妆那个感觉，它不像是熬了一宿的感觉。后来就赶紧给他头发整，我说你那头发太利索了，整乱点，然后给他那个大黑眼圈红化。你说你们冤枉雪琴偷酒这事儿啊，昨晚一宿没睡觉都啥样了，熬成秃鹫了。这么个美妆建议？对，画完大黑眼圈之后，然后卸的妆重新又化的，因为后边还有正常的戏。我是觉得咱们这个组，为什么我说自带 BGM 的组，咱们那天电视上播的时候，就那段音乐我听完之后就入了我的心了，结果在网上也火了，我一看4000多万播放量，而且还在热歌榜的前面，热评也很有意思，他说我一直用巴赫来疗伤，最后发现是这口酸菜缸解决了我的忧伤。那我觉得特有意思啊，这歌我觉得也真的是黑色幽默本黑啊，本来就是为了一个讽刺，对，结果确实这个给我火了，这最讽刺的，我觉得这太好笑了，这真的太好笑了。对，我想问一下咱们原作者，你本来想讽刺别人，结果自己因为这首歌的大俗大雅上了热歌榜，作何感想？就是感想就什么都别说了，我给兄弟妹妹磕一个，磕一个，找没有镜头的地方，又给我走穴多了一首热歌。我啥也不想再多说，就感谢大家，以后你就别跪，请你们吃，请你们喝，咱们以后就不是哥，就行啊，多联络，不用跪下，没事。哎，这首歌火了，你最近的商演是不是都要求得加这一首？最近就是确实。有要求没接到什么商业，不是，对，确实没接到什么商业。最近，因为一直也在关注这个歌的这个关注度，然后和这个评论也在看，然后就可能这段时间就靠这个歌活着的嘛，就是感觉一看着一听着就开心。歌的，然后有一天晚上，那个我也看着雪琴发了朋友圈说这上榜的感觉，合影留个念，然后我就说跟他说比个耶。啊，然后今天我俩见面第一句话我就跟雪琴说上榜快乐，啊，对，就是因为这个歌上榜的，就都很开心，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然后，四哥也在这个，自己的那个这个抖音上，对，抖音上也在去唱这个歌，然后我们就做一些联动，就是都是，非常非常的默契的啊，不自主的，然后就是都为这件事儿，为这首歌开心。是你的新郎，放下车窗，他的金表太亮，路还很长，你的钻戒在手上，我的眼泪滚滚烫，一个二杂也斗不过俩王，拿了一壶哈二壶哈啊，小猫为你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给我一个整不动了，这多少遍了，这30多遍了，嗓子快哑了，我自己上。你唱吧。我要去买彩票一张，等着中奖，我也唱不上去啊哥。择日不如撞日，大家其实都很想看咱们几位主创再连着唱这首酸菜缸。那可精彩了哟。这是吗？咋唱了、给咱们现场来一段吧。你没看过我们那个排练室版吗？哎，没看，在是不是要交费 VIP 才能看？那不就是只有大五的是交费的，因为他实在跑太严重了。对，他张嘴就是合音啊，他那个还很特别，就是。哦，来了，开始了是吧？对对。给我一把划船的桨，乘风破浪去闯荡。
哎，可以。给我一把划船的桨，你试试啊。乘风破浪，给我一把划船的桨，乘风破浪去闯荡，去闯荡回来了，乘风破浪又跑河沿上了。乘风破浪怎么唱啊？乘风破浪，对，制作人懵了。乘风破浪去闯荡，不对不对，噔噔噔噔，不是吧？别录了吧？别录了，挺好挺好的。对，乘风破浪。去闯荡，好，去闯荡就上坡了。好好，没问题。啊，他第一把就是吧？对。你现在在中间呢。都像呢？就像那些梦想一样，未知的景象，多盼望。别乐就行，你要这句没乐就能用，用不了。这么有信心啊？这太难了，对我来讲。没事，他能修。咱们现场再来一版吧，好不好？好啊、来一版酸菜缸。哦，哇，梦回的前梦回梦回三月份，马上就要挣钱了。啊，我没进来。我不是你的新郎。放下车窗，他的金表太亮，路还很长，你的钻戒戴手上，我的眼泪滚滚烫，一个二咋也斗不过俩王，拿来一呼哈呼哈啊无妨。 MC 小梦为你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给我一个酸菜的缸，烟头飞上去闯荡，我要去买彩票一张，我等着中奖，我盼望。他很有钱那又怎样，我为你痴狂。去风餐露宿卫，我要带你私雪琴下台早了。我爱你，你不爱我，真是让人挺上火。害怕夜长梦又多，我就实话跟你说。他说我不富贵，我还嫌他没品位。不如你带我回家，咱们肯定气死他。多谢。又俗又雅，又土又嗨，又上头又好听，这歌太奇妙了。这真的是我2022年听过最神奇的歌曲，而且来自于一个小品节目。是是是，同说同说，情景剧节目，来自于一个情景剧节目。现在，请你们每个人用一句话，向我们的观众再来安利，再来推荐一下你们的节目，大家为什么要看你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挺好笑，演员风华又正茂，现场气氛真热闹，创意也是呱呱叫，你给我的叫叫。那四哥你怎么结呢？别换频道。哎呦哎呦，等你吧。哇，你们这像传好的一样，厉害厉害。再次谢谢我们的酸菜缸铁子乐园的兄弟姐妹们来到我们这个节目，谢谢感谢感谢。我们是今天有演出吗？对，今天有演出吗？好，谢谢我们的今天有演出吗。来，今天有演出的海报请送上，每个人我们签名留念。你是腿真坏了是吧？这也看不清啊。感觉有这么惨的红毯吗？都要这么挤。咱就不能拿高点吗？哎呀，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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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适合的文哥。对。好好嘞，我签这行吗？行啊。
照相是吧？你就写了个四吗？四吗？啊，你的签名是个四啊！我天，那我太符合人设了。真名也不认识的。咱们一块拍个照吧，来。好，咱们这个剧组杀青了。是我们编剧，你去把你的名写在我的脸上。对，编剧写上，写在最底下是吧？你或者写在哪？写背面，写背面也行。写背面，你就写在我那儿。写字儿。签到了，签到了。哎，你这有点像那个作品底下那个署名权。署名啊，我们五个都是你的作品。好嘞，好嘞。今天有演出吗？您不一定，肯定有，您得来呀。获得这冠军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意味着我跟观众的一次旅程。我把我能想到的展现给观众，然后观众给我善意或者建议，然后最后观众还把我选到了。这样的一个票数上，我就非常的感激。有请小沈